了三场五个打数，五支安打一分打点，他就是我们的天哥郭天旭。就是很开心可以帮助到球队了，然后今天赢球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这样。没有说设定要每一场打几支安打，就是想要把每一个打击的内容做好。对，有没有安打，有时候不是我能控制的，对，就刚好今天运气也比较好，这样。其实说真的，就是季初没有想说有机会可以打到三场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说有点，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对，就是现在感觉有点像做梦。对，因为技术给自己设的目标没有那么高，对。要感谢叶总给我那么多机会嘛，然后感谢火哥、跟台湾教练在打击上对我的帮助，这样子，对。火哥就是会毫不吝啬的把他以前所学的东西、所用的东西全部都教给我，包括技术跟观念这样子，对。就很感谢球迷进场支持我们龙队这样子，然后希望未来每一场都可以看见你们，你们的进场就是我们打球的动力，我们会继续加油。因为吼，就是我们如同兄弟一般啊，就是我们要同进退啊，所以他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是基本上都跟着，对啊，啊要干嘛也都一起，很难分开啊，我不知道是他黏我还是我黏他。很像冥冥之中有一条线，然后牵着我们，然后放不开。不知道，我有点听不下去。我们把床并在一起，啊，他睡着都会把脚放到我身上。他，我超讨厌他的。那、他睡觉的时候都磨牙，然后用打呼，然后打呼叫他，还会给我起床气。他、不是说没有要爆料？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